西村掌声。在山的森林里住着一群大象，其中有一头长得就是一只大白象，叫名字像高远。虽然是大象，但他心中知道有魔法是三宝，常常是归于三宝，就像其他森林，并发愿要成佛，度化一切众生。向往有一妻一妾，总是跟随着他。Thank you.
我知道了，你只要一直向前走，就会看到一棵大树。你只要躲在树后面，等到象王经过时，趁机猎杀他，就能拔取象牙回宫。第三步。Ha ha ha!
来挖炮，演一幕，当面堕入敌人，敌人为了奖金，起了杀害无辜生命的念头，这是人性的痴念。就下岗，不是下岗，发愿收拾菩萨道，依教奉行，永无退转。终能成为拔除众生贪嗔痴三毒雅的佛陀。我们是第七车。